没想到资金这么快就找到了下一轮发力的方向，那接下来市场即将进入一个业绩的正尾期，那资金呢也迅速的会聚焦到业绩核心票上面。再一个就是上面这两天在北京调研首次明确定调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那也强调了怎么样去开展人工智能加的行动，一方面呢就是布局算力，另一方面就是推进算法的突破和数据的开发。那算力呢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底座，需要前瞻的部署，大模型算法和数据呢是两翼，那缺一不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一下就把有业绩支撑的方向给点燃了。而且英伟达 GTC 的大会呢下周一也要召开了，在过去两届的这个大会上都发布了多款重磅的产品，带动了整个 AI 方向的加速。那今年大会也有希望推出机器人相关的新产品和新一代的英伟达 AI 加速计算芯片 B100。 那算力呢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业绩确定的细分，今天资金也是非常果断的加仓了，特别是外资每天持续不断的买买买，不管内资怎么卷，他们就在核心方向上面果断的加仓。而且我发现昨天开始他们又切回到科技方向了，比如说半导体啊、人工智能、算力、通信等等，包括二月份加仓最多的银行，那减仓几天又开始买回来了，而刚买了几天的新能源医药很明显受到了压制。所以你们觉得科技的第二波是要回来了吗？不管怎么样啊，受益于人工智能大趋势有业绩支撑的核心标的肯定是不愁上涨机会的。以上信息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不作为投资建议。